聊点啥呢？跟你不会应该跪求的，跪求干嘛？跪求啊！晚上好好玩游戏。啊，晚上好玩游戏，你要赢那个游戏，你要拿一票，然后不给你。然后投小诺吧。啊，真的？哎，其实我也不用说，你投 W。我也没打算要拉票啊，对呀，咱先聊点别的。所以问你聊什么呢？昨天你很搞笑，我知道，我很想死。哎，那不让我，他应该不让我会给你看那个图了，要不然我怕我被骂。但是昨天我再给你模拟一下，你昨天躺在那里啊，你是这样的，特真别的，好笑，我太恶孙心那个悟虫空上身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好丑，我各种打，就是那个手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快。太恶心，我一直闭上眼睛，那个会游吐。戏，我之前见到他们在搬那个虫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不好了，我在游戏区尖叫，那你玩你会玩吗？我直接出来。昨天我对于昨天这个游戏，我表示退房，很开心。就真的，昨天躺进去，我就是那种内心的恐惧会有，就你不知道会发生是什么事情是，的时候。但是之前其实我们知道会有虫，对，是有虫，但是什么虫更可怕？那个虫我也知道是面包虫，不咬人，但是我就怕那个，我就恶心那个它是有蛆的，有蛆我和就是恶心虫。蛆和那种蠕虫，你知道吗？恶心，我从小就恶心，全家人都怕，太恶。所以全程没有什么异